原标题，这一次他信和英拉可能真的要谢幕了。泰国选举委员会13日发表声明，泰护国党提名国王姐姐乌勒勒参选总理行为有违君主立宪制度，将提请宪法法院解散该党。这则消息在网上并没有引发太大的波澜，毕竟几天前提名乌勒勒公主参选泰国总理被王室公开反对后，亲他信英拉系的泰护国党在这次选举中的结局就已经基本注定。不过鉴于过去十几年中大家已见惯了希纳瓦家族在政坛的坎坷遭遇，所以依然有相当部分读者对这对兄妹抱有信心，认为这不过是他们诸多失利中的平凡一次，将来仍有机会东山再起。但其实这种可能性其实已经不大了。在云石君看来，这次大选或许已是他信的最后一搏。在这次铩羽而归后，这位在泰国政坛叱咤风云了近20年的明星政治家已经耗尽了自己最后的能量，接下来的他信或许依然能在网上有拥极高的人气，但再想重回泰国政治权力中心希望已经十分渺茫。为什么他信和英拉已经很难翻盘？